竟然是你，宇文将军。还真是那个言轻在高拱，想引开九九师叔之后对有情玄也下手了。难道都是宇文林干的？我从一开始就上当了。不好，中计了。因果大道，从来半点不由人。有情玄雅，此次抵达东海之滨除妖，众弟子务必全力对战，不可懈怠。是。师妹小心！不要过来！糟糕，洒多了！啊，灵娥师侄。你这毒丹哪来的？连我们专职炼丹的丹顶峰也未有记录。都是我师兄炼制的。完了！师兄炼毒水平高这件事也被我不小心暴露了。我们峰中的炼毒大家万灵云长老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，不知能否赠予一瓶。蓝灵鹅呀，蓝灵鹅，师兄这么低调，都被你给卖了。师兄，灵鹅知错了。殿下，赌邪门实在太过分了，魔将这就下去教训他们一顿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败如此数量的下妖，这就是人族的实力吗？我龙族威仪。竟然是你，宇文将军。哼，六公主大概忘了，百年前有情国灭掉了南赡部洲的数个小国，也灭掉了我的故国。我假意归顺，为的就是光复故国。有情国从未亏待你们，父王还曾说你是他最信任的将领。宇文林，你枉费国主信任。师兄，师兄，元清公子倒是对六公主情深意重，如此绝境竟仍不离不弃。我爱慕师妹整整60年，怎会弃师妹于绝境而不顾？宇文灵，你若要杀我师妹，便先杀了我。师兄，你不必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你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说吧。我的确有一件心事未了。若我今日不说，只怕往后便没有机会了。师妹，我只愿与子同学，共赴来世。你是否愿意？师兄。师妹。我不愿。啊？我不愿。你不愿？师兄，你我皆是修道之人，怎可囿于情爱？我有情悬崖早已斩断情丝，一心求道。今日若死，则是天命所然。若你我侥幸活命，
往后更应专心求道才是。看来我是无法打动你了。元清，难道你才是背后主使？告诉你又何妨，我刻意接近你就是为了成为驸马，争夺有情国主之位，届时袁家便能以另一种形式复国。我兄弟姐妹众多，就算你成为了驸马，又怎可能有机会争夺国主之位？你的计划实在可笑。你，哼，待我为你种下情果，你自会听命于我。我已保符。友情悬崖，创伤都避开了要害，暂无性命之忧。他应该是动用了什么逃命保护挪移了过来。毒雨要来了，如果救他会耽误找毒草。师兄快走。哎，相比起自家不省心的师妹，果然还是友情师妹靠谱得多。带你半程吧。他们很快就会追过来。